原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装备仿造前苏联的球形坦克，但是球形坦克呢在这个实战它用途不是很广，而且带有一定的笨重性，所以说它被淘汰掉了。但是我们呢为了就是纪念这个装备，把它又重新研制出来了。它是采用了马达发动机，一个机器可以坐三个人，后面为机枪手，前面有驾驶员和炮手啊，三个人操作，可以让它平衡的向前行驶。这个装备的造价，普通标准配置的话在15万左右，然后高配的话可能在21万左右。做工特别复杂，光里面的小零件都快将近10000多个啊。它主要用于国防教育，可以让孩子们进行一个国防一个体验。